Mom，我今天就这样，就不把金刚的灌顶一年的初上法会灌完了。那就最大的障碍就是对我们的执着，所以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内心能够平静一点。那再怎么念经念经，就是对不对？念什么呢？就最主要的心里要平静，所有事情都是不是别人带来的，所有问题都是自己找的，自己想出来的，那这个就知道就没什么事。自己没有想法，别的外境做什么跟你没有关系。刚好外面听到一个声音，那财神是鬼叫的，那不是就一辈子都是困惑了吗？就是把当作外面什么的声音都是对不对？再怎么叫怎么吵，跟你心不动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大的消除障碍了。那这个初学者没办法，但是呢，对三宝与对密教的本尊要相信，那相信就对不对？他会帮你挡煞避邪，这样也蛮好的。但是呢，很多都是对不对？有信心对吧？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信心就是被执着带过，就是带信心跟执着一比起来就。执着比较力量比较大，是自己的信心不足的原因，就是这样了。最大的是这样。